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寇少杰，很高兴又跟各位见面了。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请到吴勇长老为我们分享信息，信息的题目是谁是好邻舍，谁是好邻舍。许多年前中国一位早期的传道人叫做宋善杰，有一次呢，他到新加坡去布道。在布道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年轻的华侨就想到说，基督教啊是洋教，为什么中国人要去传洋教呢？所以这个年轻人呢，就纠集了一些他同年龄的这些孩子们，就跑到会场去捣蛋，丢石头了，做这些捣乱的工作，结果呢，就被英国人呢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了。这个年轻人是谁？我们以下把时间交给吴勇长老。各位观众好，我吴勇，我今天要从《路加福音书》第四章二十五节一直到三十七节的地方，给大家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谁是好邻舍。这段圣经因为很长，所以呢，我只有把大意呢给大家讲一讲。就是有一个人离开耶路撒冷，他要下耶利哥去，可是在路上遇见强盗，那个强盗就把他打得半死。后来呢，一个祭司过去了，一个利未人也过去了，都没有人理他，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呢，他过去了，他没有过去，他就过去呢用着酒和油去扶他的伤口，并且扶上牲口呢，把他带到客栈去，给客栈的银子在那里照顾他。以后耶稣说谁是好邻舍，那么我们就看见就是那一个撒玛利亚人。以后耶稣说你就照着去行吧。所以今天早晨呢，我要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思想到谁是好邻舍。他离开耶路撒冷下耶利哥，被打得半死。我们看呢，被打得半死的强盗打人呢，一定想剥夺他。我们人有两个很宝贵的东西，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理性，因为人有理性呢，人才知道说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，什么应当做，什么不应该做，这是理性的一个好处。所以理性呢，能够帮助我们人走在一个正常生活的里头。如果一个人理性要是被剥夺呢，那么这个生活就很随便了，这个生活呢就很对个人有很多的伤害。好比说我们讲到烟的问题，今天整个世界对烟呢你可以做广告，因为法治的国家当然了，你要做广告你就做广告，可是在法令的上面现在有一个规定，就是你在做广告的时候呢，你要在底下有一个注，好像说烟怎么样不好啊，会引起呢这个肺的毒瘤啊，会伤害到人的一个身体啊。虽然是这样呢，可是烟既然对人有害，可是人照样抽烟，为什么呢？我想这也是理性被剥夺的问题。好像说我们看见酒不好，因为酒会乱性。怎么会乱性呢？一个人酒醉了，中酒毒了，不但说他的后代会受到了一个影响，所以常常我们看见有人生下了低能的孩子，那么这个跟酒精实在是有一点关系的。
那还有呢，我们看见酒呢有所一醉的时候呢，意识就没有了，理性就失去了，甚至呢打人，甚至呢杀人，甚至呢造成很多不应该的事情都会发生出来，这是一个理性被剥夺，所以呢就被酒毒所害了。还有说赌，我们知道人呢有一件事情呢常常呢是成为世界里面一个遗害，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贪心。那么你所以圣经说贪财是万恶的根源，所以啊到赌的时候呢他就会贪，贪了的时候呢他就会失去他的一个德性，以至于呢我们看见很多的事情都是从赌以后才产生出来的。所以理性一被剥夺，我们就看见就会被受到伤害。还有嫖的问题，哪一个人不知道嫖妓输唱会中毒，嫖妓输唱会遗害到他的后代，可是他们照样去嫖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啊理性被剥夺。人的第二件宝贵的东西就是良心，良心叫人呢不应该走邪路，叫人应该要真实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还有呢良心呢叫人该取就取，不应该取你不要去取，还有呢良心呢叫人对他自己的配偶应该要忠实，不可损人利己。如果良心一被剥夺了以后呢，这个品德啊，还有呢贞洁的，还有呢信实的，一概都会丧失了。所以啊这个理性跟良心被剥夺，我们就看见了很多人呢他就会受伤害。好像说今天肺毒瘤的人这是被伤害，好像说中酒毒的人呢这是被伤害，好像说梅毒的人呢这也是受伤害，好像说触犯法律的人呢他也是被伤害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一个人下耶利哥呢就被剥夺，到理性被剥夺，良心被剥夺呢，那么他就被烟来伤害，被酒来伤害，被嫖来伤害，被赌来伤害，种种的伤害。不但是一个一般人有两个宝贝的东西，一个基督徒也照样有两件宝贝的东西，其中一件呢就是恩典，另外一件呢就是这一个灵修。这两件对基督徒来讲可见是两个很宝贵的东西。那么我们看呢，恩典是什么呢？恩典呢能够保守一个人就好像说约瑟当时啊他能够守身如玉。为什么他能够守身如玉呢？因为他一直不但不敢伤神的心，他也不忍伤神的心。为什么缘故不忍伤神的心呢？因为这一个恩典呢把它保护起来。再有呢，我们看见这一个亚伯拉罕他老的时候才生了孩子，那么这是恩典，以至于呢他一生的里面他做神的朋友，所以这恩典就保守他跟神，神跟他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关系。好像大卫王也是，大卫王他常常想一件事，我从前我是看羊的，可是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呢？那么他今天成何等的人呢？他今天是以色列的一个帝王，神把他从羊圈里面带出来，叫他去坐在以色列王一个宝座的上面。所以啊，保大卫王他一生里面一直想念到神这样的对他的一个恩典，所以恩典呢能够保守一个人。我在幼年时候也是一样的，我曾经对基督教并没有好感，后来有一次有一个宋尚杰博士，他是我们中国一个大奋进家，他到新加坡去举行奋进会的时候呢，我认为说这个基督教是洋人的东西，洋人的东西有洋人传，为什么要我们中国人替洋人传呢？所以啊，我就带了一些学生，当宋尚杰博士呢在街头巷尾开步道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去伤害他，用着石头伤害他，用着脏的东西去伤害他，以至于构成公共的伤害。所以我在幼年的时候就曾经被英国政府逮到监狱的一个里面。每一天我的母亲不论是出大太阳不论是下大雨，她都会带着我的食物
到监牢里面去给我吃，因为呢，我对吃的问题比较挑剔，但是我的母亲没有一天不带这些食物到监牢里面去给我享用，所以啊，我看见母亲这样恩典，我看见母亲这样的爱，所以从那一天以后呢，我就立一个心愿，不敢伤母亲的心。所以啊，我们看恩典呢，不但能够促成一个人一直往前长进，恩典呢也能够保守一个人呢，叫他能够在神的恩中，不沾染污秽，不给污秽来叫他的心灵受到了受伤。那么基督徒呢，除了神恩典的以外，还有一个宝贵的东西呢，就是灵修。我们看一个基督徒的强弱，一个基督徒的冷热，一个基督徒的好坏，完全就在于灵修的上面。如果他的灵修的好，他的灵修呢，他不间断，这个基督徒就能够一直保守在火热里面，一个保守在刚强的里面。如果相反呢，那就要冷淡了，相反呢，这个基督徒就要退后了。那么我们在这里看，一个人的灵修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样，它按时候结果子，这是诗篇第一篇里面所写的话。如果它栽在溪水旁，它不会枯干，它栽在溪水旁，它得着溪水就给它滋润。如果它真的能够这样结出圣经，好像栽在溪水旁呢，它就会按时结果子。所谓按时结果子的，就在患难的时候他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在受人伤害的时候他能够结出忍耐的果子，在被人得罪的时候他能够结出赦免的果子，有一天人爬到他头上去的时候呢，他能够结出谦卑的果子。不但是结果子，而且叶子青翠。所谓叶子青翠的，就是说他的生命一直保守很兴旺，他的生命呢，一直保守的很美好。所以啊，栽在溪水旁呢，他不怕风暴，他也不怕这一个干旱，因为他栽在溪水旁，他得到溪水的滋润呢，所以风暴也好呢，他能够气力不动；干旱的也好呢，他能够叶子也不会枯干。就好像大卫王一样，他说：“我常把神摆在我面前。”他把神常摆在面前呢，就等于说一棵树去栽在溪水旁一样的。所以啊，对人家得罪他，大卫他不报复；对人家呢，侮辱他，这个大卫呢，他也能够不气愤。有一次，他在国内不能够扬声，他不得已呢，他就跑到国外去附近为菲利士王。当时啊，菲利士王爱才，看见大卫实在是一个战士，实在是好的人才，就准备的要去收留他。但是菲利士王亚吉呢，他的将军不肯，他认为说呢，活解呢也会引起后患。以后呢，亚基王没有办法，就叫大卫回去。大卫本来把他的家属完全安置在喜格拉的地方呢，可是啊，回去的时候呢，就看见家眷没有了，就看见呢房子也被烧了，因为呢，他们的家眷跟他们的房子呢，有地的就被这个亚玛利人掳了，有地的房子就被亚玛利人就把它放火烧了。那个时候啊，跟随大卫那一些军人，那些将军，他看见跟你这么多年，到最后呢，连自己的家眷就保不住，所以就非常气愤。他们在气愤的时候，就拿起石头来，就准备打死大卫。可是大卫怎么样呢？他依靠耶和华，他心里坚固，所以呢，他真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呢，遇见那一种打击，遇见呢那一种不幸呢，他仍然能够站得稳。所以啊，一个基督徒呢，除了一件很要紧恩典的以外呢，还有一件很要紧呢，就是灵修。如果说灵修要是灵修的好呢，我们就会看见他在这世界里面无论怎么样变化，他的内心能够不变化，这个世界里面无论怎么样的摇动，他的内心能够不摇动。我听说在英国的地方有一个家庭有一棵葡萄树，那么
在干旱的时候呢，很多的这个树木呢，它都枯黄了，很多树木都已经凋谢了，唯独这一棵葡萄树呢，还是欣欣向荣，还是照样的茂盛，照样的青翠。以后呢，这些植物学家他们就觉得很好奇，为什么很好奇呢？所有的树木都已经枯黄，已经凋谢，为什么这一棵葡萄树仍然茂盛，仍然青翠呢？所以他们一定要去找一个原因。那么当然了，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？最主要原因呢，就是要去看它的根。后来他们去挖，以后就看见这棵葡萄树的根，它很长，很扎得很深，深到哪里呢？深到呢，再到苏伊士运河的里面。它得到苏伊士运河水分的浇灌跟水分的滋润呢，因着这样缘故呢，所以啊。干旱的时候不影响它，它照样能够青翠，它照样能够结果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一个基督徒呢，也是一个很要紧的是什么呢？你常常看见一棵树，它有两面，一面是光的一面，一面是暗的一面。你看见光的一面，树身、树枝、树叶，也许树花，也许树果，可是还有的看不见的一面，就是在泥土底下的一面。泥土底下的一面呢，就是它的根。所以啊，我们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有看得见的一面，我们有看不见的一面。我们看得见的一面呢，就是我们的灵性、我们的品德、我们的气质。可是我们有看不见的一面，看不见的一面呢，就是我们的灵修。因为我们这一部分永美的一面呢，原来就是看不见那一部分从根的里面生出来的。所以啊，那一棵苏伊士运河的葡萄树，它能够在干旱的时候呢，一直欣欣向荣，一直呢就结果不息。但是，所以一个一般人，他有两个宝贝，一个宝贝是理性，一个宝贝是良心，不能够被剥夺。如果一被剥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受伤。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也有两个宝贝，一个宝贝呢就是神对我们的恩典，一个宝贝呢就是我们的灵修，也不能够被剥夺。如果一被剥夺的时候呢，我们一样呢也会好像那一个离开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的人一样，我们一样会被强盗所伤，我们一样，我们也会被魔鬼所伤。所以啊，这一个人为什么会被强盗所伤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离开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呢？耶路撒冷是圣殿的地方，所以离开耶路撒冷也可以说离开神。所以一个人如果离开耶路撒冷，就等于说他离开神。他如果离开神，那撒旦就在他身上能够工作，撒旦在他身上呢，就能够叫他受到伤害。我们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应该跟神呢，好像大卫王所说的，常把神摆在面前。我们一没有离开神呢，我们就会像一棵树一样栽在溪水旁，相同的。你在旧约里面，你也可以看见一个很清楚的比喻，这个很清楚的比喻呢，就是亚当跟夏娃。你看到创世纪第三章，讲到他们背了神的吩咐，他们吃了那不应该吃果子，吃了那不应该吃果子以后，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神就把他们赶出去了。这个就看见他们跟神分离了，他们离开神了。离开神，你创世纪到第四章呢，看见该隐出来了，该隐就杀他的弟弟。离开神呢，我们看见罪的行为就这样发现了。以后再继续看见拉麦有两个妻子，所以淫乱的事情也就跟着就发生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呢，有一个很根本要紧的问题呢，就是不能够离开神。所以圣经里面才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离开神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我也常常提到了一个比喻，就是说有一天早晨啊，有一个母亲跟她的儿子在喝咖啡，那么这个孩子呢，喝了咖啡了以后呢，他就给他母亲说，他说妈妈你不甜，这个妈妈就说你调一调啊，他就会甜。以后呢，这个孩子就把咖啡调一调了，他又给妈妈说，他说妈妈还是不甜，妈妈就说你多调几下嘛，从上调到下，从下调到上，多调了
糖就会化了，以后咖啡就会甜了。这个孩子听妈妈的话，他就调了，他就一直调一下，两下、三下、五下，就一直调，调了很多下了以后呢，他又给妈妈说，他说妈妈，咖啡还是不甜。结果这个妈妈她记得了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忘记放糖了。你看咖啡没有放糖，你怎么样调都调不出甜味的。今天世界也是一样，如果呢没有神在我们中间呢，你怎么样的一个运动，你怎么样的一个改良，你怎么样的要求进步，结果都得不着一个答案的。所以啊，神的问题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问题。这一个人呢，他离开耶路撒冷，就等于离开神，以后才被强盗把他打得半死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不应该离开神。如果我们一离开神呢，我们就会听凭那一个恶者在我们身上不但剥夺，而且在我们身上伤害。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受伤害的人很多，你跑到警察局去，你看见那一些里面的人是被伤害，你跑到看守去，你看见那一些人也被伤害，你跑到监狱去，你看见那一些人也是被伤害，还有呢，你跑到医院去，也有很多人是因为被伤害。各位啊，今天在医学的上面已经就看出来了，100张病床的里面，起起伏�伏呢，近乎有50张病床，他的疾病是从心理引起的。所谓从心理引起的，就是说他被伤害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面被伤害的人很多。另外，我们从基督徒去讲呢，基督徒去受伤害的也是大有人在。好像说，约翰第五章里面看见毕士大池的旁边有各种各样的病人，有的是眼睛瞎的，有的呢是瘸腿的，有的呢是瘸气枯干的。所以他们不是站在那里，他们也不是坐在那里，他们乃是躺在那里。所以你今天看见教会的光景也有一点像毕士大池一样，都是一些瞎眼的，都是一些瘸腿的，都是一些血气枯干的。所谓瞎眼是什么呢？就是看不见，因为他的眼睛受伤了，眼睛受伤瞎，所以他看不见，他看不见神的荣耀，他也看不见神的旨意。还有呢，瘸腿的，就是他的腿受伤了。腿是什么呢？腿就是行的。今天我们常常看见一些基督徒呢，他的脑袋很大，可是他的腿很细，所以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能行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常常讲一句话，我们要有福，你去行就有福。如果你不去行呢，结果你就等于你失去神的一个祝福。所以第二种呢，今天在教会里面看见有很多是瘸腿的人。还有呢，第三种是什么呢？就是血气枯干的。所谓血气枯干呢，就等于生命软弱。一个人如果生命软弱呢，遇见天气太热他也不行，遇见天气太冷呢，他也不行。遇见天气热的时候呢，他会中暑；遇见天气冷的时候呢，那么他会感冒，所以他也不行。所以这一种人很容易受感染。所以一个生命软弱的人呢，他很容易受感染。不但呢，这个物欲会感染他，这个色欲也会感染他。圣经里面给我们说，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一种是天上的星，有一种是地上的沙。所谓天上的星呢，就是说它高高，它在天上，所以你地上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能够影响它，你都不能够伤害它。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子孙呢，好像海边的沙。海边的沙是什么呢？它跟潮水进退，如果潮水滚来了，它就进一进；潮水退了，它就退一退。所以呢，像海边的沙呢，它就是说跟着这个世代的光景呢，进上上下下，进进那个退退。所以就有这两种的一个子孙。那么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当时这个人被受伤、打伤，有祭司走过去了，有利未人走过也过去了，我们在这里看见祭司是什么呢？祭司呢，好像撒母耳是祭司，好像呢，亚伦是祭司。所以祭司是什么？祭司是服侍人的，
祭司是不是神的，所谓不是人呢，就为着人的事跑到神那里去，所谓不是神呢，为着神呢把神的恩带到人这里来。那么我们基督徒也是祭司，还有呢立位人，我们基督徒也是立位人。为什么是立位人呢？立位人是在十二个支派里面被拣选出来服侍神的。可是啊，我们今天在这里看见三个人走过，一个是祭司走过，一个是利未人走过，一个是撒玛利亚人走过，结果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去留意他，来去帮助他，把酒和油呢糊在他伤口的上面。三个人只有一个，可见的今天呢，真正愿意做好邻舍的不多，真正愿意呢来把恩典坐在人身上的不多，三个只有一个。所以巴不得呢，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真是能够做那一些被伤害人的一个好邻舍。愿神呢借着这篇信息也激动你的心，我们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，要做一个好邻舍。我们低头一同祷告，感谢主，求主你让我们看看，我们是祭司，但是我们没有服侍人，我们是立位人，我们也没有对人有好处。求主你借着你的话帮助我们，去给人从我们身上得到帮助，好叫许多受伤的人可以得安慰，受伤的人能够得到看顾。我们这样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吴长老带给我们的信息。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，总喜欢在咖啡里面先加上糖，然后再去搅动，那个咖啡呢就没有那么原先那么苦涩了。如果不加糖，无论你怎么样的搅动的咖啡呢，它总是苦涩的。是的，各位观众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一样，如果我们的生活中间离开了神，没有了神，那我们生活就遇到了诸多的困难，诸多的不顺。在我们越接近神，越亲近神的时候，你看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有了平安喜乐。因为有了神，神就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就得着了满足。各位亲爱的观众，如果你们在信仰上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你们来信。来信请寄台北邮政26-1337号，我们将会为你解答。下一周我们仍然继续请吴永长老为我们分享信息，欢迎各位观众准时收看本节目。愿上帝祝福您，下周再见。